生日再次，活来个活！滚出来！又要上班了。啊！好俊俏的仙君啊！冲哥哥。 冲哥哥，冯公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这不是想带朱婉四处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吗？谁成想，竟迷了路。你比那个俊俏的仙君差远了，放开我！闭嘴！阿冲，朱婉是个女孩子，你这样做不妥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她玷污了你。仙君，救救我！ 你给我过来！我就不过来！哼！好了，阿冲，你信不信明日我便告诉我娘，把你带回慕容府？哎，打不到我就告家长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呀？我。 洪哥，我现在便带他回慕容府，改日再去。还是我送他回去吧。那可能就要麻烦仙君了。放开！他不配。